我好奇怪哦，我这里头有一条大鳄鱼，大鱼不是，它在喂鱼，有一条大鳄大鸟，看一下我们。没关系，不，算了。它不合作耶。它有吃吗，杨青？有。鱼喜欢吃吗？妈呀，吃。妈不能吃，那是鱼饲料啊。那是喂鱼的。你丢给鱼吃吧。妈的。妈丢一个，哎呦，丢。给太婆丢一个，你看好多，给我一个，我等一下再去买呀，给我一个，我来丢。太婆要丢，你给她一个好吗？给我一个，来。丢到水里面。丢到水里面，我怎么办？